位于意大利吉纳的非盈利组织 Art Photo Travel 每年都会举办 SRDA 国际摄影大赛。比赛分为好几个类别，有旅行、自然、体育、建筑、肖像等等。去年他们收到了来自156个国家的4万8000件作品。看看哪些优秀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。智利，岩浆上的闪电，美国，北极湖，巴西，宇宙之花，情感分享，肯雅，犀牛剪影，罗浮敦群岛，冬季的水下，尼莫的家，俄罗斯，玩具一样的房屋，古巴，舞者与祖母，美国，粉红芭比，奔跑，南极，惊涛骇浪，蒙古，沙漠中的骆驼，加拿大，蹦跳的猫头鹰，印尼，休息的工人，南极，小心冰封，岩上之恋，孟加拉，受害者，挪威，极夜中的虎鲸，越南，财富之路，分享，猫科动物，雪中决斗，意大利，哺育的戴胜，中国，喝水，俄罗斯，当地人，荷兰，飞越沙滩，伊索比亚，盛装打扮的小孩，中国，双胞胎的体操梦，南极，旅者。